那这个观景窗是这种意向型的观景窗，而且都来到这边之后可以按一下，就咔嚓，它就是旋机旋下的这样。哦，一圈那个。对，圆环。水池。对，水池就是江水大门前面的。可是后来。我建议啊，将那个东西要弄掉，是竖一个这个江工匠。啊，所以我们就放在刚那边的。将江工匠弄到好远了。啊，我们有留一个，那时候九所师专都有那一个蒋公铜像，所以我们把它保存。那个我特别是招募师大雕塑系的雕塑老师啊，我的老师请他做的，所以每个师范院校都有一个。所以我们就保留一个。嗯，对，校长再继续往这边。校长，这个相机是最特别，这个、我们研判就是过去失败在用的、间谍在用的小相机。好小啊！这个还可以用，它的机件都是正常的，只要能找到底片的话就可以用。但是这个研判，这个研判，间谍相机啊，间谍相机，因为一般人不会用那么小一台。他怎么有这情治单位？这个就要问他了。情治单位，这是送机啊，这是躲在皮包里面，藏在袖子里。对啊，就是以前应该有声音哈。对，这个当时是日本人做的。日本做的。他应该也是用胶卷的。应该都是胡小姐都还有留着，真的？那你应该捐出来放在那边。我把胶卷捐了。这是你的？对啊，这是你的。我也有一台。他有一台，他有胶卷啊，这里没胶卷。舅舅是那个铃木机车派驻台湾的厂长，办公室来的一台。那这个是失败吗？放旁边可能。这个是哪一家厂商做的？厉害。那个尼控，对，哦，是尼控弄的，那是在窃取商业机密的吗？不知道，就是这么小台，然后它的快门就是前面那一个，这样。哦，我知道，这样子。对，那个就是快门。我们所有人都有。不过我没有这个套。哦，对，我好像没有。啊，这个面包组跟学校一起，对，因为它是你一节付出它的大小，所以最快捷的，对，所有的或者那个胶卷放旁边也是。只有这一棵树在学校里面，对，现在还有，所以会把这棵树呢当做学校意向。那校友们看到，就会有印象，包括董事长说。请我们每年在这边要即席演讲，说了一个题目就上来5分钟演讲，所以后来我选市长根本那个训练都不需要。所以那时候这个我们方面题目就是看看这个老照片都有这样的中的真的没错。各位前辈跟校长报告，这边是专门照相的地方，有一个胶卷印象的感觉。那现在麻烦一下到里面照张相，我扶着你们，好 ，OK， 谢谢。来，慢慢。一个门槛，谢谢。这是我们也捐了，是吧？对，我们先介绍。
把它照一张，来看这边，看这里，看这里。三二，我来啊！好，靠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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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一点，那边靠近，对，谢谢。来看前面，三二一，好，好，来再一张，三二一 ，OK OK， 这里啊，这里啊，三二一，好 ，OK， 谢谢，谢谢校长，谢谢校长。